我要倒追一圈了吗？我要倒追一圈了吗？倒追一圈，哇，超车了哦！你敢信？我倒追一圈了吗？我是又倒追。Hello， 大家好，我是春春。那今天要爬的是我们的星耀四的一个排位赛。那就是不知道大家现在的爬分就是进度到哪边了呢？那 S 3到结束目前还有一个月，那大家可以快点努力上车神喽。好，首先第一张进到变图，哇，第一张城市网咖。那城市网咖好像蛮少在我们的排位赛可以选到这张赛道。对，那平常跑到的机会比较少，但其实这关就是不算太难，不过一些就是开机时机点要抓好，以及你一些就是跳台衔接的一个 CW 的一个地方要注意。春，安安，我身穿白马。好，那我今天开的是赤色屠戮哦。是目前我的就是比较常开的车种，也是现在的一个国民车。哎呀，一开始就直接爆炸！我好像很喜欢一开始就是被抓到后面之后，再从后面开始追。这种剧本就是，感觉比较有赛车感觉，有没有？比起从头到尾跑第一，因为一开始落后到追的感觉，不会感觉爽吗？川味牛肉面，我来了！哟，第一名算蛮会跑的哦，追一个，追一个，快追到了！我怎么前面好一台？是谁？伦家是女生。我刚刚先用一个进阶单先出换超车，哇！我要倒追一圈了吗？我要倒追一圈了吗？倒追一圈，哇！超车了，你敢信？一个星耀排位倒追有没有？倒追一圈天杀的！我第一次玩我们的极速领域倒追一整整一圈他跟那个第三名的名称是一样的，他是不是故意开个分身，然后想要降低这个就是这一场的一个水准？喂，跑了一个1分34，刷了自己记录，哇，倒追一圈还刷记录，真的感谢。对啊，那第六名是在挂机的吧？他感觉是，感觉可能是他的分身，或者是不知道啊，他感觉就是可能是双排，然后就是故意那个可能就是钻石五之类的，然后再想要拉低水平，我猜啦。不过倒追一圈真的是很逗趣哦。好，那刚刚很顺利的直接跑第一，还直接倒追第六名一整圈，哈哈哈。好，又剩两张要选，该不会又城市网咖吧？反向死一层。今天怎么这么多 B 车啊？我看错啊，我还以为我回到两个月前了哟。怎么 B 车都有？天使剃刀都跑出来了，啊！一台天启，六台车都不一样难得没有一排赤色图图。哦，六台不一样的车，真的很像那种现实赛车的感觉，有没有？哇！我这一开始很喜欢放枪，有没有？一失误就被五台车各种撞。我发现我最近真的很跑排位赛是很喜欢一开始就是先放个枪啊，然后就。然后再追，你第一名叫海放五哥，OK， 不给海放。卡一个卡一个，刚刚那种情况啊，就是有时候你前面有车在过捷径的时候，就是你也不一定要做进阶，你可能就是先过卡个内线，又断了出弯路，有时候会比较安全一点，只是建议大家一下。
那像这种已经追到第一名一个人跑的时候，就可以恢复原本的跑法了。我们可以就可以持续做竞技氮气，让我小失误很多事。那我这个第一圈惨不忍睹，12秒067，我们来拼第二圈吧。开启计时模式。哇，这边双杀乱弹有点小卡了一下。超有冲的，哎，第二圈算蛮顺的。我的 ID 应该才是海胖五哥吧？哈哈，开个玩笑。哎，我倒追一圈了吗？哎，我是又倒追，他逆向。哇，我连续两场倒追，但这一场不是倒追，他是逆向，他想撞谁啊？靠，我还以为我现在在玩跑跑卡丁车哎，这个第六名的什么什么，又是谁派来的啊？又是哪一位派来的？我天哪！连续两场倒追一圈，这里感性。星耀排位两场，春春夜，哎，而且他刚刚最后还想撞人呢，我这样撞得到吗？应该会不会撞得到吧？我记得卡丁车 GB 赛顶多后一圈就是会，就是会变隐形，它会变隐形的方式。但极速零我还真的没遇过哎。好，进到我们的第三场。不如说先把反向亚特兰提斯变掉。哦，压压水乐园 ，OK OK， 这张够旧够旧。十字上也要锁？问号87，先呛一波，先呛一波。哇！我真的是一开始不先失误了，真的是，这不能不叫春春了哦。刚刚那个画面有看到吗？那左边是失误奶到后面一起飙下去吗？我真的觉得自己越来越像卡丁车。没有压单喷，这样的话我们走左边吧。哇，这一场，哦，这个天气怎么直走？然后抓地，开启被动。两个计算机，双喷飞一个，是安全点，飞左边吧，后面有人。Nice， 成功了，抢了守卫。刚刚那个十一层也要 ban 的，就是跑的，他没有进前三，爽。我十一层不是我 ban 哦。好了，那今天就到这了。那这是前面两场那个倒追到第一有没有六到一的故事？那感谢大家收看。如果你喜欢我的影片的话，欢迎帮我订阅加按赞。我是春春，我们下次再见，拜拜。